我是王瑞瑶，今天老甜甜星云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，要来讲阿拉伯国家，结果他带了一个道具来，你先把那个圈圈拿起来给大家看看。这不是道具，这是传统服饰，好不好？传统服饰为什么有两个圈？孙悟空哦，这是压你的那个头巾的环，头巾环、哦，所以很重哎，我看你拿起来好重哦。不重，但是呢，它有一个隐藏版的功能，嗯，就是当地导游跟我讲的，是怎样？它的隐藏版功能就是拴骆驼啊，所以可以一物两用。它就是其实它应该是古早以前的用法，因为现在也没有人在骑骆驼了嘛，没有当交通工具啦。但是现在就是。他以前就是一个绳子、嗯、然后那个绳子就是去拴他们的骆驼嘛，因为是很重要的资产、嗯、那如果那个绳子骑上去了之后呢，那绳子没有用啊，拿到手上也麻烦嘛，你就把它缠在头上、哦、就是这样子，这样子开得上。我以为是压住那个头巾啊，因为阿拉伯的服很大、其实是啊，但是他现在就已经把它做成你看像这样子一环，所以他就直接拿来压头。那你现在来参加我们的广播节目，你们现在收听的是超级美食家，你是要变装甜心云，我顶多我先老甜闹着玩变装秀的状况之下，我顶多就是头巾，我先跟大家示范一下要怎么戴头巾、欸、是红的耶，红的 有不一样的颜，我记得是白的不是吗？有白哎、欸，头上的你知道有白的对不对？對啊、我跟你说，我看电影是白的。其实那个阿联酋，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讲杜拜，嗯，杜拜阿联酋它其实它的颜色是白的，就是他们的比较传统色是白色的。然后当地人有说，就是像这样的红色，好像是沙乌地阿拉伯那边。哦，所以是不一样，等于是整个中东地区有分，有此一说啦。但是基本上你现在在杜拜去阿布达比，你还是可以看到红色的、啊。那我可不可以知道，你知道衣服是从哪里来的？嗯，这套衣服从哪里来？你说这套衣服？对啊，这套衣服我有查过历史，他好像说什么什么从。很早那种什么古王国传进来什么什么，不是我说你知道从哪里买？哦，从哪里买对不对？从哪里买？哦，很多地方都有卖。百货公司？没有，很多地方都有卖，传统市集都有卖，而且他们会就是一直问你说，哎，要不要买？要不要买？这样子。啊，当地人有穿吗？每个人都几乎我觉得五成以上的人都有穿。好啊，你赶快穿起来，我好好奇你变成阿拉伯，变身阿拉伯王子。现在到底要先穿哪一个啊？它其实不是裤子，对不对？它就是套上 套上去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它好像星际大战的一部分的衣服哦。而且我们在台湾，比如说你穿一个这个走到街上，大家会觉得是游王来了嘛，是不是？但是你在当地真的很多人穿。我用一个比喻，就是说你在比如说你在京都会看到穿和服的嘛，对不对？它的数量绝对比那个穿和服的还多的非常多。所以是他们的日常衣服吗？日常，还是穿这个衣服都是观光客？不是，就是日常，就是当地的人会这样穿，而且他有个说法，就是说，其实当地人有个说法，就是说，他每天出去，他也可以穿牛仔裤，他也可以穿别的衣服，但是他很麻烦，他今天想说今天穿什么的，不知道穿什么就穿这个，就很忙、啊。好，你先穿起来啊，里面有他们里面会穿东西吗？可以啊，可以穿内衣啊，里面啊下面要穿吗？衣服有、啊、下面也可以穿裤子。也可以不穿，你不穿也不会露出来啊，所以没关系啊。哦，是一个罩衫啊。对啊，第一次那么近看到这种衣服，我觉得很好奇、啊哦。可是我现在有点卡哎、欸，我的衣服里面没有拿掉，我应该把里面脱掉才对的。好吧，你站起来。好卡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看有多长。很长哦，很长哦。哦，难怪才会讲说不想穿衣服，不想换衣服。很长哦，是及整个。哎，好长哦。超过你的膝盖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进清真寺，你也不能穿短裤嘛，所以这个东西就穿好之后，整个罩起来，你直接就进清真寺。啊，问你，哎，修呗，会不会很热？不会，很透气，而且它还有特殊功能，它有很多特殊功能，比如说你摸摸这个材质，嗯，很细，对不对？那你跑去不是粗棉布，对，很细，所以你在沙漠，像我们有去沙漠那个做一些什么车子啦，嗯、或滑沙啦一些活动，然后沙抖一抖就掉了。好，来戴起来，可以穿这个滑沙钉起来。可以啊。好，哎，好了，我不用绑的，我直接用头巾啊。哎，我这样有点乱。没有，你把它其实是要放在你的头上嘛，对不 对？然后要用那个环，还是要对角线折，然后再折，然后它有一个。折头巾的方式，但是、嗯、哦，所以也不是乱套，不是新娘子啦。对，它其实它可以不用环的话就是折的话，你就这样，我稍微粗略折一下哈，这样反折，然后这样子，哦，这样子过来，这样垂下来，对不对？
接下来对不对？然后你的旁边两边，其实主要是为了挡沙吗？不是，很多功能，它可以防晒吗？对不对？哦、防晒。然后其实沙漠的温差早晚很大，嗯，所以你就变成说晚上可以把它拿来当披肩用。原来是这样，来，还没有，这样拿过来。哦，可以不用这个环也可以做一个效果啦。对啊，哎、欸，这个很时尚哎、欸。对，然后哎、欸，下一步我忘记了。对他，反正就是这样绑，到最后把它绑在头上这样子。啊，如果是用那个环，你比较偷懒的话，你就直接用环就戴上去。哦，所以这个环原来是为了拴骆驼。嗯。然后呢，来老田，你转一圈给大家看。这样子。哦，好好玩哦！而且有没有觉得戴上环比较有气势的感觉？对，戴上环之后，王子来了。像我们 F4去那个杜拜去阿布达比的时候啊，嗯，因为我比较早买这一套衣服。然后我有环，然后其他没有环，然后没有环站在我旁边就整个弱掉。不是，他就变成你的下人，就变成我的奴婢，我可以奴役他们这样子。我是王瑞瑶，大家要准时收听超级美食家，也要赶快上 FB 去追老田闹着玩哦。哎，你怎么那么快就拿下来？等一下，没事啊，拜拜。